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全民念佛》。信教的，已经大学所有现实同修，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日八月二五，又是咱全民念佛。全民念佛的岁月，已经有二五年啊。这几年来全民念佛，对世界、国内、家庭、事业，拢有真大真大的功德力。老祖甲咱开示，咱念佛的功德，照着咱大家念佛的声音、佛音。来转化为能量，能量转化为力量，力量就有吉有凶。你若善念，这个力量就是达成着好的结果。咱若咧念佛有恶念，想要借着念佛的力量，要伤害他人，啊，这就是恶念，这就有恶报。所以老祖甲咱开示，咱无甲咱看讲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一句南无，就将你身躯边啊一百里来法界众生，拢会照到你的这个念佛的功德来转化，所以。咱的提倡念佛，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智慧，甲神通力与天威啊。所以我会提倡着全民念佛，是大无其外、小无其内的功德力。啊，尤其咱对天灾的预防的改变，咱全民念佛的力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。这六年来，在台湾，咱全民念佛，每一处若有天灾到位，拢转化为无形。啊，所以咱全民念佛的功德，大家集合着恁大家的功德，大家一心一意来全民念佛。所以咱今日全民念佛的功德，祈求天灾永续。天灾有人为的天灾。
啊，大自然的天灾，人为啊，就是战争。战争、天灾、火灾、水灾，拢是无情。啊，那么这个转化这两项的灾厄，啊，这拢是名为天灾。所以咱要让这天灾莫有发生，就全民来念佛，全民来念佛，都会发生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，保庇大家平安，天下太平，两岸和平，天下一家亲。所以今天这是咱全民念佛的意义啊！所以拢是大公无私的念佛，天一定会满咱大家的愿啊！所以老祖咱开始大公无私的祈祷，上天会如咱的愿。啊，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另有咱个人呢，咱要做事业，有障碍，有阻碍。你将这个障碍、阻碍、幻想，甲包伫内底，然后咱的一心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用这佛的声音来传入咱的障碍的所在。啊，因为普天下的众生人人平等，啊，拢有佛性，佛性拢是共款的佛性。都、就是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阿弥陀佛的愿是上大，啊，包罗万象，包天包地，包咱的心。啊，所以今日咱全民念佛的功德，咱尽来回向乎天、天神。啊呀！回向天神，甲咱加持两岸和平，天下一家亲啊！现在大家来念佛。